纳西营、小夜兰、到七地头蛇、小白竹、提纳里、小龙王、阿卡利、雷龙王，这深渊依旧是种门的天下啊。第一天上半开局，草主战绩接大招，行秋开大，托马开大接战绩，摇摇丢月桂，行秋踢一脚，就这样重复操作就行了。摇摇也可以放大增加草元素量，毕竟活水都会消耗草元素。技能结束了就重复操作。裂开后把小怪拉到无香铁身边输出。下半的思路主要是挂草不能停，所以柯莱带了祭礼，祭礼刷新的战绩隔一段时间再放。第二间上半快速冲到两个大宝中间，重复第一间放技能的顺序，记得行秋站在草主大招中间开大，给草主大招挂水就行，不然草主大招炸了就不好了。第二波的操作也不变，第三波先去后面拉波怪，好像失误了，不过只要在中间输出，慢慢就会聚到一起。下半先利用北斗破盾，破盾之后克莱挂草，芭芭拉挂水，九七忍雷环，然后在芭芭拉战场挂水就行了。开盾了就继续破盾。这里想攒一下充能，结果最后一下种子被盾挡住了，说实话这是凹得最快的一次，这个时候真汗流浃背了。
没想到第三间是最难打的，开局正常输出解决第一波。第二波必须要三点一线输出，不然这俩机器人会被炸得越来越远。第三波也是一样的道理，这机器人韧性真的很奇怪。第四波就在我这个位置输出就行了。下半就正常放技能，能蹭一点输出就蹭一点，主要是利用北斗破盾。盾破了后就直接技能全丢。开盾了，就继续重复之前的操作。